歌出到最開心係咪見到好多狗仔咧？係，其實係嗰一日，因為嗰排都比較攰，咁所以 MV 見到狗仔真係好開心，同埋係我專登揾翻嚟嘅一個小演員嚟嘅嗰陣時。嗯，你今次咪都用咗用翻那年剩下嘅班底啊？是因為那陣時慶功的時候就傾開啦，跟住所以大家就好即係好熱血咁樣就你啊一起玩多次啦咁樣。好多人都話你會係今年新人王啦，自己咪都好有信心。哦，好多謝，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啦，同埋好多謝大家嘅呢個嘅稱號啦。咁但係我就都係今年咧同 Connor 都係持續會再出多一首歌嘅，咁所以我哋都 focus 咗喺呢樣嘢度。咁至於攞獎呢啲嘢咧，都係有就一定係開心噶啦，但係冇咧都會覺得即係最緊要係作品大家中意，咁就已經滿意啦。你自己年尾係咪都會再出歌？係啊，大家都我哋同 Kara 都會，都係泵多一隻，跟住之後就俾多一次驚喜大家。咁你今次嚟緊嗰首歌會係關於啲咩嘅咧？可唔可以講少少係咩主題啊？如果我自己的話就主要因為都是一年的總結啦，所以就希望大家期待一下，但個氣氛呢就是好一個一年的總結，同埋有一種輕鬆有一種繃緊的狀態嘅都係。嗯。咁今日見到阿新田真劍有，係覺得啱啱未真正望到，咁但係係好 surprise 嘅，因為自己都因為之前配過One Piece 咁啦，之後先至開始真係中意 One Piece， 跟住之後仲要睇埋真人版咧。其實我係超級急不及待想等 Season 2嘅，咁所以見到真人咧就最可惜就佢唔係綠色頭髮咯，而家咁但係就係咯，都開心嘅。有機會嘅話都想嘅，咁但係都睇下大家，因為今日都好熱鬧呢度。真人喺即係戲裏邊見到有咩分別啊？太大分別了，因為見到那個是綠色頭髮的嘛，所以那個形象太大烙印了，因為真的很有型。但是真人我會覺得是斯文一點，不過都是剛才未有這個未有時間望清楚，一會兒要 focus 10至15秒先。今天穿西裝沒有那麼深，是啊，即見不到你穿西裝。我 OK 的，我不是這些人來的。因為他都打得是功夫都好勁噶嘛，反差好大啊！今日見到佢都係嘅，咁但係因為其實佢社交媒體都係咁樣噶嘛，即係都係偏向斯文少少嘅，咁所以我覺得唔好大落差。同埋其實基本上所有演員喺戲外同戲內，唔係喺戲外同戲內其實都好大分別，咁所以我都覺得係冇話好特別好失望或者點樣嘅。即係都 follow 咗佢 IG 嘅。我有睇咯，我有睇。咁啲姊妹交代你今日要做啲咩啊？姊妹就冇嘅，佢哋我都唔知佢哋有冇提添喎，即係我冇特別，我哋唔會咁樣去公然，即係大家公開討論男仔嘅，咁但係就我相信佢哋見到應該都會覺得，哎呀，總之咩咩啊咁樣嘅。有冇慰問下阿陳建朗導演咧？佢話分咗手。我用陪伴的就永遠都是，即係我覺得我哋呢個團隊有趣之處就是大家不會特登去講我有咩唔開心或者我有咩需要，只是陪伴咯大家，所以冇啊，我覺得佢好正常啊。上次都同佢飲咖啡的時候傾偈，咁佢都仲係好專注佢嘅影藝事業啊咁樣。即係冇同你講心事啊。點會啊？佢大哥哥點會同小妹妹講心事啊？都要傾下嘅，屈埋。咁你哋快啲叫佢同我傾啦！我好洗耳傾聽噶。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